五峰西主会加加峰西主会，今仔日伫嘉义公园的入口处举办关怀活动，伫短短两点钟的时间，就将近90名民众来响应，也展现社会充满温暖甲爱心的感动。一早就袂少民众来到嘉义公园边的关怀站关怀，唔那是关怀车内底坐满等咧关怀民众，你在关怀车外口，也袂少民众等咧等候。为了帮助需要的人，不一定啦，就看时间许可，我就会来了。时间到了，他因为每三个月或是两个月一次，时间到了啊，有时间就会来。这场关怀活动是由高雄西主会和嘉丰西主会来主办，并由世新电视台和国声电视台来协办。高雄和嘉丰西主会表示，国内会口登记闹雪荒，所以西主会拢会定期来办理关怀活动。并由高雄西主会会长戴伯荣和嘉丰西主会会长陈玉妹，从了全体西友来投入。啊，因为咱即卖会吼。全省拢在闹水荒吼，所以咱大家吼会当来贡献这个爱心。尤其是今日关怀活动，首先要感谢世新电视台来甲咱协办，把这份爱心，把这份爱心来甲传播出去。我们早上九点啊，到现在十一点，目前是90袋左右，所以可以说是相当踊跃哈。感谢所有来捐血的人，谢谢。根据了解，这场关怀活动是对早时九点开始，但是到未到十一点就聚集到将近90袋的爱心关怀，各个民众响应真热烈，也了解到关怀唔来当救人，也当促进着身体，搁做身体有利健康。大家一起来捐血，赞！新闻高局分科教红嘉义市采访报道。